哎，宝贝，你等一下晚餐想吃什么？你决定就好啦。那我们就去这家烧肉好不好？啊，可不可以选别的呀？好，又是烧肉。那这个炭烤牛排，里面还有用火云掌煎成的溏心荷包蛋哦。我不是说过吗？爱吃肉也要补充什么？卤肉饭。补充纤维，纤维，纤维啦。好啦好啦，补充纤维嘛。那不然就去我们上次一起去的鲜鲜野菜火锅啊。没有，我没去过，你带孩子去吃的。就跟你啊，不然还能跟谁？各位不要再找茬了。找茬？爱吃肉，纤维不足就找茬。每招中间一瓶就有两种纤维，爱吃肉就喝每招中间无糖绿茶。所以你到底跟谁去吃的？